你包着，弄点醋和辣椒油。嗯。我说你家不热。嗯。你们那小菜，你先问那小菜，你先吃啊。自己慢慢下，这个旁边。嗯，对。嗯。嗯。你不行，你给我拿点辣酱。这不有辣椒吗？那吃里面配辣酱。这你们干活怎么吃啊？哪里有活了？停了，你不过了。你看，你看你的，我拿你看你的。行，你去换桌面吧。行。你啥菜怎么吃？还有没有？今天吃吧。不了，你再冲点油，辣太多了。你说大概，这个排骨最好吃，这个方便。大概方便。大部分。哎，饼算了，加不了。